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接受采访。我们不接受采访。说两句吧，先走看看吧。我的影迷钱小飞的心理问题，我会帮他解决的。我为我之前冲动的行为，郑重地向他道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能正视困境，就一定能够满怀希望地走下去。谢谢大家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谢谢。来，小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小姐，谢谢，让一下。我忽然感觉应该感谢田小飞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没有他的骚扰，我就不可能认识你。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话，我就不可能讲述那段过去，不可能解开心中的结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。不，你做了很多。你的倾听，你的鼓励，你让我有了勇气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某些方面，你还挺像我前男友的。可能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会信任你吧。被人信任的感觉确实不错。谢谢你，我的保镖，你让我有了重生的感觉。你放心，我会迎着阳光把阴影甩在身后的。那就好。喂，你搞什么鬼？秦教官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我说你小子又找抽是不是？秦教官，今天的事情可不是用拳头来解决的。我知道你是来接柳沙姐的，但是没那么容易。你想干什么？得过关。过关？嗯。过什么关？哎，行行行行行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别动，不会吧，你们真想整我？男神，我们这可不是整你，我们是要考验一下你对我们柳沙姐的诚意。能不能换种方式考验？你只有滚过这泥潭才能娶柳教官。报复？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报复。金教官，我们的任务呢其实很简单，想当初我们进训练营的时候也是这么滚过去的，你现在呢只需要双倍滚回来就行了。柳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怎么，你为我滚个泥潭都不愿意吗？愿意啊，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。那你还站着干嘛？赶紧去滚呢，只有滚过了才能娶柳教官。头儿，您是这的老大，您倒是说句公道话呀。我认为孩子们说的非常有道理。行吧，滚就滚。
柳少。刘教官，秦教官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让我们的青春有了意义。虽然在烈火神盾这段日子，我们真的过得特别累，特别辛苦，但是我们又很快乐，因为我们在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一起做着有意义的事情。
你干嘛去？我出去有点事儿。是去找白沙吧？算是吧。呦呦呦！哼，你找我啊？对，日本研制出一种放射性的疗法，目前还处于一个新的研究阶段，但是我已经帮你申请了人体实验的名额，你随时都可以过去。但是去日本就一定能治好吗？你能给我保证吗？这种事情谁能给你一个保证呢？天琪，我给你咨询过专家，专家告诉我放射性疗法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方法，我们有机会了。可是我不想成为实验的小白鼠。我知道，但是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机会。你不是也说了吗？我还有机会。等这项技术再过段时间再成熟一些，我再尝试不行吗？天琪，你根本就不想走，不想离开，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我就是觉得这样不太保险。现在这个肿瘤还在扩散，如果你不手术的话，情况会越来越严重。但如果手术，这个成功率不会很大呀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没救了？是这样的，你现在这个病例太过罕见，我们几乎没见过，所以我建议你到国外去接受治疗，这样比较好。对不起啊。那边在等我的答复，你到底去不去？能再给我两天时间吗？天琪，你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。我觉得这样的机会还是留给别人吧，我相信我自己的生命力。天琪，谢谢你。白沙，我想见你。
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。以前训练的时候再苦再累，我都不怕，只要想着每天能见到你，我就希望训练都可以早一点开始。粉红豹，白沙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，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吧。我们像现在这样相处不好吗？不好。粉红豹，你相信我，我努力了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心，我也没有办法强迫我自己喜欢上你，因为我心里始终忘不了火狼女。对不起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火狼女已经说过了，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他已经拒绝你了。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总之我心里面就是忘不掉火狼女，至少到现在还没有结婚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我也知道我自己这样特别可笑，总是想着些有的没的，但是我心里面又有一点点执念，说不定万一哪天又有奇迹发生呢。你们没有机会的，不可能有机会，你们不可能在一起，火狼女不会接受你，也不可能接受你，绝对不可能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对你说什么了？没有，总之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没什么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。因为火狼女的亲生父亲是你爸。你说，火狼女亲生父亲是我爸，太可笑了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火狼女亲口告诉你的，我爸爸不可能有一个私生女，更不可能是关小迪。对不起，白沙。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就在这说吧。天台，我等你。他情绪不太对，去看看吧。Thank you.
白沙，你有事吗？你把人叫出来，你倒是说话呀！霍老女，我问你，你不接受我就算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当面把话说清楚？你为什么要跟粉红豹编一个无比荒唐的理由？你当我是傻子，还是说甩就甩的包袱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你是不是看我最近跟粉红豹走得太近，所以你生气了？你别否认，我知道你心里面还是在乎我的。你为什么要骗自己？为什么？你怎么这么可笑啊？我就是这么可笑。我根本没有办法克制我自己。不管是从前、现在、将来还是永远，我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。别说了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心里面只有你，我不可能跟粉红豹在一起。我们俩也不可能会在一起。因为我们是兄妹，对吗？这是你编造的，对不对？你摇头什么意思？我们根本就不是兄妹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就是兄妹。还是我的父亲，他也是你的父亲。不可能。我叫熊小月，跟了我继父之后，我改了姓，改了名。熊阔海跟我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早就跟你母亲有了你。你是个私生子，你满意了吗？我不相信。你听谁说的？证据呢？证据呢？我有病吗？我拿这些来跟你开玩笑？白沙，这世界上有很多你不能理解但是必须接受的事情。不，我接受不了，我不能接受。是我不能接受的事实。白沙，你现在知道我拒绝你的原因了吧？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训练营的时候，俺下去了。Thank you.
事情你别管，为什么不管啊？你要不开心你就说出来，你别憋着呀，你说话呀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不干什么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会一直关心着你，不管任何时候都愿意陪伴着你，你开心的时候他陪你一起开心，你难过的时候他也陪你一起难过，只要你停下来他就站在你身后。可是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老天也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可是我的心里面只有关小弟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不，不后悔，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对不起。原地等候失主十几个小时，这样的故事您听说过吗？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今天的主人公。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做好事不留名呗。我也就是散步路过，这么大一石头在路边躺着，你说能不奇怪吗？我就过去多瞅两眼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原来是块赌石。那您是怎么看得出它是一块赌石的呢？这个不难，我也是赌石爱好者。这石头外面铁锈皮子，这么厚的皮子，那肯定是老坑的货呀。那里面是种老水族，这样的翡翠原石是很开门的。啊，那以您多年赌石的经验，您觉得它价值多少呢？这个不好说，这个如果切开以后里面是满脆的货，那得值上千万呢。哎呦，观众朋友们，听了这个数字，相信您一定会大吃一惊。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，竟然价值上千万呀！您再看，这就是失主王先生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要不然我身家都得赔干净了。太谢谢您了！哎呀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王老板，情况呢？我大概了解了。但是请问您需要什么样的安全保护措施呢？我就是想从您这儿请两位保镖。说真的，这块石头就是我的身家性命，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您的身家性命过千万，请两位恐怕不够稳妥吧。实不相瞒呢，我也出不了太高的费用，这些年玩赌石赌输了不少钱呢，所以我打算低价出手，把这块石头卖掉，以解燃眉之急呀！方先生，你可能对这个行业还不太了解，开出1000万，那只是普通中上等料的价值。如果碰到极品的玉料，3000万，那也是有可能的呀。赌石嘛，如果拉开了，石头里头什么都没有，400万那也是打水漂。你要是赌赢了呢，那就一夜暴富了。我这个人赌运向来不好。今天跟您说这个话呀，您就